我说华胥国怎么突然不受我控制？原来是你们！你们把尤本事能把我为核心师的术法全都破除了，难怪连青云那家伙也没能收拾你们。总兄弟，等等我们走到开弓，让穆姑娘得以称心。哼，小把戏，不会容许你们阻碍圣主大业。 Come on.
刚刚相留，是为了不让我们及时阻止共工，再拖延时间。可恶，都到了这里，竟然还是没能阻止天下浩劫。他们想透过盘古府的神器之力，开启天门。难怪他们如此自负，登上华胥后就能登天门。姐姐。 姐姐，我还是失败了，没能守住与你的约定。等等，我听到了声音，好多好多人的声音。木叶姐姐，那些声音说，他们会为了华胥。 为了苍生，再撑下去。他们要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要放弃。是吗？我的族人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合力，一定能够挡住他。 不能让公公大哥开启天门。尽头就是天门。 公公大哥应该还没走远，快！这条路能通往天门，非常时刻，你可别又乱来。喂，我还不至于没了分寸，走吧。
小公大哥，别过去！哼，没想到你们竟然有这本事上天之路，是我小看你，小看你想阻止我和季阳相守的决心。 公公大哥，我是想阻止你做出令自己和季阳姐姐后悔的事。我们唯一后悔的是没能看清你，居然相信你会帮我们。虽说千年之前本是季阳该当府妓，若当时真有季阳府妓，我也不至于如此恨你。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先骗取我们的信任。 失朕时，又害他入朕，如此措手不及，让我无计可施，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过，现在一切都会被我修正过来。当初是我不好，但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况且，即使你到了天界，天帝也不一定愿意帮你复活姐姐。 当然愿意，因为我能告诉天帝，他最想知道的是，他爱女的下落所在。<笑>不可以，公公大哥，那会违背姐姐的心愿，对我的恨。 让你忘了姐姐的心愿了吗，公公大哥？别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被你迷惑。季阳的心愿，等我请天帝将他复生之后，我自己亲口问他。至于处处阻拦我的你们，今日就要你们丧生于此。
你们倒是拼了命，但你们以为能有多少条命挡我？我们也和那些牺牲的华胥国人一样，想守护着人间，所以不管你要再战多少次，我们都奉陪到底，我们绝不会输在你手上。一样，我们到死都不配说自己和季阳一样。公大哥，姐姐的心愿你早就明白的，不是吗？她与你一同治水，受你为民奔波的心感动，与你走到了一起。我也知道，姐姐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你全都铭记在心。为何她的心愿你选择遗忘？守护人间，姐姐的心愿本来也是你的心愿。季阳姐姐之所以愿意走上祭坛，就是为了实现你们共同的心愿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守护你，木工大哥。住口！不想听你这卑劣小人说话。身边吗？姐姐，不，不可能！你又在耍什么花招？江郎，你还没认出我吗？这些日子，我一直跟随在月儿身边，不断试着与你说话，你都没发觉吗？原来当初荧光中那散发出来的气息，真的是你。那日，华胥结界被以邪法所击，动荡不止。我心系月儿，欲施加保护，不料力量却和邪法造成冲击，最后竟与月儿同到了人间。这也才又遇见了你，江郎。季阳，对不起。我没能好好保护你，累得你受这么多的苦，但你放心，不论怎样，我都会设法让你复生。若我的复生会使天下陷入危难，让你为我成为罪人，我宁死不活。季阳，江郎，当初我们一起筑堤防洪患的初衷，记得吗？当时去尽绝地天通发动的时刻，我察觉到月儿内心意志有些不够坚定，我深怕绝地天通会因此失败。为了天下苍生的安泰，仓促之下临时自愿复位伏祭，所以你真的不该责怪月儿。知我如你，我原本以为你会明白，有些牺牲是值得，也是必须的。时至今日，我才知道你竟然为了我做了那么多傻事。江郎，我说过，我心系的苍生中有你，
虽不能与你常伴左右，但我的心，我的魂灵一直都挂念着你，能这样倾尽所有去爱你，对我来说已经够了。为了守护苍生，除了我，整个华胥国都尽了自己的力量，因此我更不能让你做出毁坏人间的事，你能明白的，对吗？什么？我做什么？清除挡路的石头。姐姐，姐姐，小心，别过去。这是你，是相柳。相柳？是啊，是我。相柳，以为杀死我了吗？相柳，你把阿乔怎么了？他怎么了我不管，我只知道这躯体中的气魂毫发无伤，我才能再次复活。不枉我以自身实验西戎秘术。阿乔，阿乔，当年拥有我祭魂之中的一只异兽被毁，我还以为祭魂已失，没想到只是被术法所震，难怪我常年未能察觉到它的存在，直到亲眼见到这女娃。许久之前，阿乔跟你说过，他养过一只妖灵宠。被处死后，将他的魂灵附在自己身上，难道那就是你的祭魂？是或不是已经不重要了，你们永远没机会知道。哼，小把戏。暗自疑惑，为何无法察觉到我的气息，连肉身都如此轻易就受我控制，连反应都来不及。因为复活您的所有一切都是以我的血肉炼化而成的祭魂珠为戒，您自然任由我控制啊。我千年前便知圣主已经失去以往的豪情壮志，抱着那种小儿女的可笑心愿，根本不配统领我们妖族。但族中之人只推崇您，为了今日，千百年来我忍气吞声，就等此刻取您之身而代之。今后妖族之中，相柳只会留下忠心护主的美名，而我将带共工率妖族一统天下，以后广大的妖族就交给我。圣主，您就放心的去吧。
这是沐月，你没事吧？阿乔，我不能呼吸了，芬哥哥。不好，阿乔灵体受损太重，恐怕……恐怕什么？你说清楚。不能活了。有法子医治吗？这也超出我的能力范畴。是我没有好好保护你，阿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凤玲啊，请求你，请求您诱惑我妻子，诱惑我妻子平安。月儿，魔主，您不是，您不是成了星子了吗？公公施术破坏了华胥结界，我因此得以暂时取回自己被阵法吸取的力量。月儿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，你为华胥付出的一切，我们全知道，也看在眼里。趁此机会，我也总算能为你们做点事情。这孩子的灵体受损甚大，但好在不是没有解救方法。国主，你有法子救治阿乔？只是此法虽能让这孩子逃过眼前一死，他的天寿却已因邪术受损严重，终究是无法安养天年了。只要你能活下去，不管多久，我都会和你一起度过，和你一起珍惜每个日子。国主，我人间商国王子子昭，恳求您救治我的妻子，拜托您。国主，阿乔他助我良多，还是我华胥族后人，恳请您医治他。此术需要你们三人的血液，仅两大守护者的血脉与人界王者的血液相融，即能象征三界的紧密连结，才能将他的生命力量换回。请动手吧。一点血液算什么？请您尽管用。国主，请您施术。好。国主，谢谢您救了我。再生之恩，
子乔永生不忘。国主，请接受子昭一拜。不必多礼，你们好好生活，守护人间，便是对我最大的报答。可是国主，我们已无法阻止了，公公大哥和姐姐都被相柳。啊，相柳呢？他哪儿去了？那家伙竟敢这样整我，我跟他没完。天之路已经被相柳毁去。月儿，伏羲琴应该还在你身上吧？是，伏羲琴已经无主，我怕他被有心人取走，所以先收藏起来。被你封入琴身之中的剑木力量以及神器的神力，有办法助你们再登天之路。你既持有如此清澈琴音，从此而后怕你皆能真心净化世间魂灵。此路以神器与剑木之力重铸，能连上被毁去的天之路。为了苍生，望你们能及时阻止相柳重启天门。以你们现在的力量，恐怕不敌相柳。我与所有在此的华胥族人可以暂借你们一些绵薄之力，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只是我等力量有限，你们万万不可多做拖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向全身重新充满了力量。轩辕后人，请您与月儿善用与我族缔结守文的力量，守住人间。谢国主，我们必定不负重托。